நீ வேக போட்டு கிளியாடிக்கலையா?相信大家应该认识这一只可爱的小娃娃，对吧？这一只小娃娃呢，现在真的是很红嘞，而且很多很多网红呢 ，YouTube 啊，都一直拿它来拍摄影片啊。你说别人，你自己不是一样吗 ？OK 啦，我知道，其实我也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拍的是拉布布来到 Michael 的家，可是被诅咒了。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哎呀，今天天气那么的好，我看我就不要去打劫银行了啦，我也不要找小富，我也不要找 Travel， 我今天要陪伴家人 ，OK， 哈哈。说到要陪伴家人的话呢，那么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坐下来跟他们一起观看电视，有一个很好的家人聚会啊，这样子它才叫做陪伴家人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看一下，我的老婆还有我的女儿都在看电视嘞，哇，哎，看电视没有揪我过来看的，你们自己本身看，哎呦，老婆。你做什么鬼？是不是你的脸擦到这样？我在做飞身，你不要挡着我看戏可以吗？喂，爸爸，我要这个东西。什么？你要什么东西？让我看一下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来的？哇哦！这个好像是很出名的一个娃娃，是不是？这个没有错话，应该是叫啊布布喂啊，布布老啊，布布老。拉布布拉，不是喂布布拉，布布拉。哎呦，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途的啦，不要去买，浪费钱吧。爸爸还在存这些钱，让你去读大学要用到的啊。我不管，我要拉布布。如果你不买给我的话，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，你给我走开。哇，只要不买给你的话，我就不是你的爸爸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买给你才是好爸爸，那你可以这样子就不讲道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买给他的话，今晚上你就睡外面。哇啦喂，那也可以这样子的，母子八嘎起来，全部要我去花钱买这个拉布布给他，那也可以这样的哦，讲道理嘛。我们要存钱去给女儿读大学，那你可以让他花钱买这种无聊的东西啊。算了啦，今晚上我也不想要睡外面，所以就啊，现在去买给他吧。拉布布这只东西这么出名，我相信商店应该很容易可以找到的。Hello， 老板，早安，我想要在这边跟你购买一只拉布布，可以吗？目前来拉布布的款式很多都已经卖完了，剩下这一款而已，你还要不要呢？哇，这一款啊，感觉也是不错。哎，刚才打广告的时候就是这一款来的咯。要不要这一款？我要这一款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价格是100万。啊，哎，要不高超100万？你们是什么金啊？你们是用金做的？那可这么贵了，我的天啊 ！Oh my god！ 老一。100万呢？我哪里拿钱出来？这么贵！我天，哎呦，太过高利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哪里可能买得起？我连我自己本身储蓄的钱都没有这么多，怎么买呢？啊，不要紧啊，打电话给他跟他讲，买不到就是好了。Tracy 的电话啊，看到了，就是这个。哎，等一下先啦。如果我打电话给他，跟他讲我买不到的话，他可能就会。为什么买不到老爸爸？哇哦哦哟，够力啊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样还是不要打电话给他先吧。我们再想办法，要怎么样可以拿到拉布布？可能我们可以找雷斯特或是小富来帮忙吗？哇，阿妈，你走路没有看路吗？这样子撞人家都有的哦。进来我捡垃圾的时候，发现有很多大大只的娃娃，全部丢弃在垃圾桶那边。哎呦，这人是麻烦了，不爱我捡垃圾。哎呦，你捡垃圾就捡垃圾啦，给我讲这些东西做什么？真是的，哎，阿显。他说娃娃抛弃在那个垃圾桶那边，哦，很有可能是拉布布来的嘞。等下你们看，真的是拉布布来的嘞！哇，真正拉布布人家不要，这样子丢在这个垃圾桶这边了。哎呦，够力哦！这只拉布布样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破烂这样子的，只是有那些垃圾味很重而已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只拉布布回去给我女儿，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用花钱，也不用买，我女儿就有拉布布，不是很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这个垃圾味给除掉哈先。首先我们把这个拉布布放在我们车后尾箱之后啊，再到去一间时装店，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帮忙除掉
掉那些臭味，因为他们是卖新衣服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去找他们就可以了。我记得有一间时装店呢是靠近警察局这边的，我们再走去前面应该就到了。但是在还没有去到之前呢，观众们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把这一部影片的赞呢点到5555个好不好？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避免拉布布被诅咒啊。 OK， 好啦，到了啦，就是这一间啦。老板娘，你看一下我这一只拉布布是不是肮脏了，那也是因为我不小心的跌到垃圾桶里面，所以你帮忙我洗一下弄干净它好吗？哎呦，什么味道啊，你的这样臭的没有什么啦，就垃圾味来的咯，没有什么东西啊，你可以帮忙我洗干净它，然后把我弄香香。哎，老板娘，你在干什么？ Oh my god， 老板娘好像嗅到这个垃圾味，嗅到太过够了，晕倒了是不是？哇，感觉好像不是晕倒，是死掉了嘞，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？那么够里面垃圾味罢了，可以嗅到死人啊？哎呦，你看人家那个救护人员跑进去里面了咯，连警察都到达现场够里。这样子的话，我看要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去外面洗掉这个垃圾味，可能我们要用更加够力的方式。我看没办法了，我们一定要去找雷斯特了。哇，这只拉布布真的是很臭哦！哇，真是太过够力了啦！我也介绍你一个地方吧，他们是用魔法可以把这只拉布布变得非常的干净，而且像新的一样。哇，如果我们早点过来找雷斯特的话，刚才那个衣服店老板娘就不会死了啦。哎呦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啊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法术了，我们可以将拉布布变成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还很香啊。好的，你的老布布现在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香了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过来嗅一嗅。哇，真的是蛮香的，而且干净了很多咯。哈哈，谢谢你们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只老布布再回去给我们的女儿 Tracy。Let's go， 看一下到底她有多么的开心。哎，不要挡着后面的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来，让开，让开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家了啦。喂 ，Tracy， 出来喽，爸爸回来了喽，看爸爸买了什么东西回来给你嘞。不要躲在房间里面了，快点出来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给你，惊喜啊，你一定很喜欢哦，我跟你讲，哒哒，你要的拉布布来了啦。耶、yeah, ，我的拉布布来了，谢谢爸爸。好啦，我的任务都已经成功了啦，所以今晚上我就不用睡外面了啦。拉布布陪我的女儿一起睡觉哎呦，你看一下，极漂亮极可爱的拉布布，就感觉好像会冻僵了哦。我应该是眼花吧？哎，这张照片好像是我老婆跟我女儿拍的。OK， 哎啊、女儿早点睡觉啊。OK， 哎，我看一下我孩子在做些什么东西。喂，孩子，早点睡觉了，现在已经很迟了喽，不要玩 game 了啊。OK， 早点睡觉，快点快点，我爸也是累啊，我爸要睡觉睡觉喽。咦，我的老婆还没有回来。OK 啦，不要紧啦，我自己本身先睡先啊。OK， 哎，哎呦，什么事情？哇，才几点钟，喊了这么大声，搞什么鬼哦？看一下时间先，哇，现在3:33，半夜凌晨呢，搞什么鬼？怎么喊了这样大声？喂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喂喂，哎 ，Tracy， 你怎么跑出来？什么事情？什么？拉布布鬼上身？你不要骗我啊！怎么这样的事情 ？Oh my god！ 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原来念出这种可怕的咒语 ！Oh my god！ 惨惨惨了！哎，不要不要，给他打走出来！喂 ，Jimmy， 不要听爸爸的话，快点出来！还被诅咒了！不用怕，不用怕，爸爸身上有枪！来，你们散开先，我看到好了，射他了，射他了，走开！走开，不要挡我！哎呦，看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他应该是逃跑了，是吗？啊，他看到我拿枪，他怕嘞。哎呦，没有我，来有我，你们看，我快射他，射他，射他，射他 ！Oh my god， 射不死，我的天哪！喂喂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惨了惨了，他跑进来了 ，no， 走开，你这可怕拉布布，不要靠近我的家人 ！Oh my god， 我如果有神灵的那种咒语的话，我就可以来对抗他了。
爬上去的话会怎么样？喂，不要靠近我！擦了擦了擦，宝贝，快走开走开 ！Oh my god， 好像身上有刀是不是？他要拿刀来擦我嘞！没有想到这一只被诅咒的拉布布完全不怕我们拿枪了，你看一下，哇哟，追着我，我的天哎呀 ，Oh my god， 在我这边，擦了擦了擦，快跑先跑先跑先，哇吼吼，走开！你这可怕拉布，不要靠近我！哎呀，我的天 ，Oh my god， 哇哟，马上打到整间家都是血了，快点跑出去先，哎。Oh my god， 惨了，他把那个门全部给封锁起来。Oh no， 你这个可恶的拉布布 ！No， 救命救命救命！快点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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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，危险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去死啊你 ！Yes， 我们成功把他给射倒了。哇，没有想到这把枪真的可以把他射倒了。OK， 他死掉了，他死掉了，厉害啊！哎，儿子，他的漂亮，哈哈。好可怕的拉布布，你看一下眼睛黑色还有红色，欸，不见了 ！Oh my god， 惨了！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啊，我们快离开这边去，快离开这边去！我知道他应该是从上面来的，是不是？他不好从，欸，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！我的天 ，Oh my god， 快点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这个幽灵不散，幽灵不散，快点打死他！哥，去死啊你 ！OK， 又死掉了，死掉了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 ！Oh my god， 我看我们不可以在这边叫，我们要离开这边了。不懂前面门有没有被锁起来？哎，没有哦！哇，警察到达现场了，这么好！喂，警察救命啊！我家闹鬼啊！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来到现场。喂，小心，他在你后面呢！啊，什么？喂喂，哎呦，我的天 ！OK，OK， 还有死啊，还有死啊，还有死啊！哇，有警方的帮忙啊！我看我们比较安全一点了。嘿，警方们，谢谢你啊！有惨了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恶魔给消灭掉呢？因为孩子跑出来，这跑出来不会停的哦，怎样办呢？也不可能在这边一直永远嘛。我觉得我们这一间家好像已经不安宁了嘞。现在这种事情发生了，只有一个方法能够除掉这个魔，就是要把整间家给烧毁掉。哈，不是吧？把整间家给烧掉 ？Oh my god， 那是我的家人嘞，那可以这样子？惨了，如果烧掉的话就没有办法哦。Oh my god。孩子女儿怎么办？要把这些家给烧掉嘞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也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个恶魔拉布布已经被诅咒了。我很怕，他来了！喂喂喂喂，不要打我！小心，你们不要这么过去，有警方在这一边，不用怕的。警方可以保护我们的，你们不要这么靠近，等下子弹射到你们。现在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拿到火瓶来燃烧我们自己本身的家了。Oh my god， 自己本身烧掉自己本身的家，哪里有做这样子的事情的？真的是啊，神经了。好了，整间家已经烧掉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现在没有家了，我们要去外面租屋子住啊！哎呦，真的是没有想到，哎呦，可怜呐、啊。我要的蓝布布没有了，然后我的家也没有了。哎呦，我女儿哭到真的是很可怜了。早知道我就不要去找那个雷斯特所介绍了，要不是他那个咒语的话，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啦。也是因为拉布布的关系才会变成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送你一个吧。耶，谢谢警察叔叔，我有拉布布了啊！耶，哇，你就好咯，你看一下，警察叔叔送你一个拉布布，哎，哈哈，真是太好了。那么现在我女儿有拉布布了，我就没有家了啦。警察叔叔可不可以送我一间家嘞？嘿嘿嘿。好的，各位观众们，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，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，记得点下订阅哦。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